我这首歌12年后终于火了。凤凰传奇怎么也没想到，他们会因为亚运会火向全世界。我的天哪！都说了别让00后先上班，给他们一个舞台，他们能把体育馆演变演唱会现场。当一首《奢香夫人》响遍全场，网友惊呼：“凤凰传奇来亚运会开演唱会了吗？”亚运会也看了，演唱会也看了，门票值了。现场的音响师主打一个随心所欲，爱恨分明，一点都不装。当日本男团挑战失败时，现场就响起了大老师的倍儿爽：“挑战失败。”当中国队夺冠时，就放歌唱祖国，没有歌词就自己唱。当中国队战胜中国台北队时 ，BGM 响起的就是《我们是一家人》。小瑞，这首歌的意义是什么？只有一个中国。网友赞叹，感觉这亚运会是自己家里的活动，想咋玩咋玩。还有网友建议，春晚让这些年轻人去办，我麻将都不打了。我敢说，如果让00后接管了春晚，估计能从大年30嗨到元宵节。